鹰眼监测系统显示的地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柯桥区，地处绍兴市西北方向。该区与杭州市有多条公路贯通，有不少中小型企业，并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2016年6月7日，一阵细雨过后，桥底的水面上泛起阵阵薄烟，一名手拿鲜花的少女像往常一样走过位于柯桥区白可路的一座石桥。本该在当晚9点钟左右回家的少女，却迟迟没有叩响家里的大门。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案人白师傅的电话，他称自己的女儿朵儿在6月7号晚上出去散步后迟迟未归，而更为糟糕的是，朵儿的手机一直关机，微信和 QQ 也联系不上她。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有过夜不归宿，这让白师傅感到十分不安。他曾经在7号的当晚出去找过朵儿，可是找遍了整个柯桥区都没有看到自己女儿的身影。白师傅的语气十分焦急，他非常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危。民警一面安抚这位忧心忡忡的父亲，一面上报案情。在了解了大致情况之后，警方决定组织警力赶赴案发现场一探究竟。路面的监控探头拍摄到了一些朵儿失踪前的画面。6月7日晚上8点04分，朵儿从所住的后梅小区西门出发，他先是沿着白可路向南步行，在走到耶西路和白可路的交汇处后，他又向西步行。大约6分钟后，也就是在晚上8点10分的时候，而在位于耶西路的鸿生景园小区南门附近，与好友玲玲相见，来到位于西侧瓜渚湖公园散步。玲玲清晰地记得，散步时朵儿告诉她，6月7日是父亲白师傅的生日，他这次出门不光是为了散步，他是带着任务出门的。那天正好是朵儿的父亲白师傅过生日，然后朵儿就跟玲玲约好一起回来送花给他的父亲。孝顺的朵儿没有什么收入，他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爱和祝福。可他万万想不到，那条他曾经走过了无数次的回家路，竟令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6月7日晚上9点钟，朵儿和玲玲散完步后，回到了碰面时的鸿生景园小区门口。此时的朵儿手中多了一捧鲜花。在和玲玲道别后，朵儿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往后梅小区步行。这段路程大约600米左右。朵儿应该在6到8分钟之后出现在后梅小区西门的探头里。到他家里走路步行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然后在那天他们分手的地方跟玲玲一起分手的地方走到他家的小区门口，其实路程大概在5分钟左右，到9点半左右都能回到家里。但是那天已经到了9点40多分了，而且电话打过去也打不通，那就感觉有点不对了。朵儿回家的移动轨迹是从白可路和耶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向北步行，大约220米后便会走过一节石桥，再往北走200米，朵儿便能够回到位于白可路路西的家中。在白可路和耶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西侧有一个向北拍摄的监控探头，在监控设备中警方找到了朵儿的身影。案发当晚9点，朵儿一个人向北步行，从行走的步伐上看，朵儿步伐平稳，和之前没有什么差别，这也就是说此刻的她没有什么异样。在走入白可路西北角的石桥后，这个探头就再也拍不到接下来有关她的轨迹了。白可路和耶西路交汇处的监控设备所能够拍摄的极限距离大概有230米左右，能拍摄到最远端的画面就是那座朵儿经常来往的石桥南侧。这个探头对面400米的后梅小区门口，原来曾同样架设着一个相同型号向南拍摄的监控探头。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探头应该能和白可路上的探头将这段朵儿回家的最后400米完全封锁。
就在警方调取监控一探究竟的时候，发生了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当时我们前面那个监控躲最后消失的点到我们下一个监控，就是他们小区门口那边，大概有220米左右。然后因为他小区门口那个监控的朝向问题，他在这个路段上只能覆盖几十米。这里就是朵儿的家，后梅小区。小区门口向南拍摄的监控探头原本可以照到路口，但是由于拍摄角度发生了变化，导致它的覆盖范围只有短短的十几米，这对警方来说是个不利的消息。因为这样一来，原本视频设备能够封锁的区域变成了监控盲区，这也就意味着朵儿最后有可能出事的这200米，办案人员没有办法通过视频侦查而得到突破。那么，这段过桥后的200米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名手捧鲜花的女孩又在哪儿呢？在柯桥分局的会议室里，警方讨论着朵儿失踪的各种可能。朵儿究竟是离家出走，还是遭遇到了他人的控制？这道选择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因为没有具体视频画面和线索作为支撑，每一种推测都需要侦查逻辑以及现场证据来印证。从白师傅和玲玲口中明显能感觉到，朵儿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每天都是在工作地点和家中两点一线，案发当天也没有什么异常举动。由于拍摄角度发生变化，从这座拱桥到朵儿家门口形成了一个监控盲区，不过以这个盲区为中心向外扩散一个接口，北面的清风路和南侧的耶西路各有探头，而盲区东西侧皆是死路，不具备通行条件，盲区的四面八方都被监控设备封锁。这意味着如果朵儿离开了盲区，那么必定会在这两个探头中留下影像。与此同时，先前赶赴这段盲区的民警向指挥中心传来案发现场的情报，石桥以北是一条向东北延伸至清风路的四车道柏油路，路的东侧是翠泽苑小区的一个开放式公园，西侧是后梅小区的外墙以及一段绿化带，而且很长一段距离树草也并不茂密。朵儿失踪时正是盛夏，街面上也会有行人来往，如果朵儿遭遇侵害，这里也并不是一个作案的理想地点。警方首先做出判断，会不会是朵儿自己主动离开这里的呢？会不会是他自己的情感原因，比如说离家出走这种情况的存在？而在清风路和耶西路这两个接口的探头里，办案人员也没有发现这个手捧鲜花女孩的画面。那么她究竟去哪里了呢？在距离后梅小区大门不到100米的外墙灌木丛中，负责搜寻的民警发现了一朵被践踏过的鲜花。此时办案人员心头隐隐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们的失踪人员当时的社会关系很简单，也没有感情上面的纠纷，当时我们考虑来应该是被性侵或者是劫持，这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案件侦办至此，距离朵儿失踪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时间还在慢慢流逝，朵儿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虽然没人愿意接受这个最坏的推测，先前赶赴现场的民警搜遍了监控封锁区域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曾搜到鲜花一朵，可却也找不到那个叫朵儿的女孩。不知道案发现场在哪里，也没有目击证人的描述，更不知道朵儿在经过那座石桥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警方除了一段女孩走上石桥的画面外，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朵儿失踪的消息很快就被周边百姓知道了，一时间各种社交媒体都在转发柯桥少女失踪的新闻，各种猜测、谣言、质疑四起，要求警方破案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柯桥警方感到压力重重的时候，
绍兴市公安局派出刑侦尖端力量，组成专案组。面对一团乱麻的案情，专家组需要第一时间确定侦查方向。有可能是人被劫持过去了，绑匪还没有进行勒索啊，这种情况，那也有可能是当即就遇害了。当时这个生存情况，我们还是这个比较不明确的。基于朵儿可能遭遇不测的推断，警方目前需要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每一步行动。在这个范围有限的视频盲区中，假设朵儿被犯罪嫌疑人控制，不能行动和反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嫌疑人应该会想办法隐藏朵儿，并迅速朝东北的清风路和西南的耶西路两个方向逃窜。接下来，民警尝试用电动三轮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不同速度通过清风路和耶西路的探头，得出了几组数据，来划定重点排查的时段。如果我们做过侦查实验，从这两个探头之间正常车速驶过的话是31秒的样子，然后根据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排查，如果是正常时间经过的，是30秒左右经过的，那我们相对来说可以放一放。如果停留在50秒到2-3分钟，50秒以都是有嫌疑的，因为我们要考虑他的作案时间，他有可能停下下车拉人，然后驶离，这个时间段有可能10几秒也够。基于这一推断，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刻画。警方怀疑作案对象为一名成年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在1.75米左右，文化程度不高，有交通工具，汽车的可能性较大。接下来，专案组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行为展开还原。警方分析了视频盲区周围的环境后，认为由于这里并不是偏僻的地方，马路上有来往的车辆，人行道上也有行人时不时经过，留给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并不充裕。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应该会迅速让朵儿失去反抗，然后利用交通工具隐藏朵儿，迅速离开案发现场。朵儿是在案发当晚9:05进入监控盲区。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从作案到逃离的整个作案时间范围，应该是在5分钟之内。如果犯罪嫌疑人驾驶汽车离开案发现场，那么他应该会在9:05到9:10这个时间段，在清风路或者耶西路其中的一个监控探头中留下踪迹。朵儿消失的时间是晚上的9:05，炎炎夏日，在这个时间往来玉白葛路上的车辆依然不少。在搜集了清风路和耶西路两个路口监控探头的所有视频素材之后，办案人员发现，在9:05到10点之前，经过这两个路口的车辆多达241辆。现在，专案组需要对这200多辆车继续细化，提高视频侦查效率。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如果朵儿遭遇到了侵害，那么驾驶着交通工具的犯罪嫌疑人必定会有跟随或者逗留的行为。耶西路和清风路两组探头间的距离约为660米。在先前的侦查实验中，警方驾驶轿车以不同速率获得了两个探头之间的行车时间，无论以最高还是最低限速，正常行驶完660米的距离都不会超过2分钟。随后，专案组将9:05到9:10这个时间段作为重点时间节点进行视频侦查。很快，视频筛查就排除了近100辆正常行驶通过这一路段的车辆。可由于朵儿失踪的路段有两个较大的小区，石桥下的河堤也会有一些钓鱼的人，所以很多车辆都会停放在这两个小区中。下一步，专案组仍需要对接下来200多辆车逐一排查核对，从中发现这辆可能载着朵儿的汽车。我们确定了9:05到10点这个中心时间之后，我们对这个时间段内两个方向由南往北、由北往南的过车全部进行了排查。鉴于监控探头的角度固定，在拍摄过程中可能有时会不太能够捕捉到车内细节，专案组还在排查可疑车辆的时候对安装有行车记录仪的车辆进行调取。
希望能够从这些视频资料中发现朵儿的身影。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作量，但警方确认，如果朵儿被人侵害并带离了案发现场，那么这241辆车里面应该有一辆是犯罪嫌疑人的。专案组投入了巨大的警力，对这200多辆车逐一排查、分析和确认每一个车主与朵儿失踪的关联性。他们相信，每排除一辆车的作案可能就会离朵儿越来越近。那么，侦查结果会和警方的预期一致吗？专案组对他们划定的嫌疑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工作，可令他们意外的是，这里没有一个人具备作案的条件。此时，距离朵儿的失踪已经过去了3天，原本以为案件告破就在眼前，没想到最后却是一场空欢喜。找不到这个案件的问题出在哪里，下一步该如何去侦破这个案件，当时觉得很沮丧。大量的工作付诸东流，专案组的参战民警没有时间沉浸在沮丧的氛围中，他们仔细思考着案件侦办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难道是排查对象编织出了一个完美的谎言，或者是视频侦查时漏掉了可疑对象，还是朵儿可能就没有遭到侵害，自己藏了起来呢？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个环节呢？就在专案组陷入思考之时，前来协助专案组进行案件梳理的绍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刑侦专家周贤仁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他认为，先前的工作方向没有问题，朵儿应该是被人用车带走了。嫌疑对象很可能就是临时去调戏女孩子，或者某一种情况啊碰撞了，那么可能把这个女孩子控制起来了，或者把她杀害了。如果要第一次把尸体放在某个地方，第二次再来移走的话，他肯定要选择一个比较僻静、人比较少的一个时间点，选择最好时间点肯定是后半夜这个时间。周先生推测，如果凶手将朵儿藏匿在盲区，而下一次出现在耶西路的时间是3:18，这次停留时间较长，足足有26分钟。不寻常的行车路线，两次变换行车计划，绕路来往案发地，又选在后半夜，这样的举动在专案组看来十分反常。这辆越野车会和朵儿的失踪有关吗？在进一步的侦查中，专案组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进入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前一个监控当中，它的车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后排的位置上是空的，
没有发现异常东西，或者他在中间停顿了几分钟之后离开现场到下一个监控点的时候呢，车辆的后排座位上产生了一个异常的物体啊，好像一个大的包裹，等于用个袋子装起来的一个物体啊，似乎有这么个东西，而且这个物体的大小跟我们人体装进去的基本相符。接下来专案组继续对这辆黑色越野车展开视频追踪，在第二次离开后门小区后，这辆装着编织袋的可疑车辆加快了车速，继续向东北方向的郊区行驶。在开了20多公里后，越野车来到濮江附近，在一个大桥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当黑色越野车返回时，后座的黑色编织袋消失了。随后黑色越野车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到了耶西路和万千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专案组立即派民警到黑色越野车停留大桥的附近进行搜寻，在大桥的下方，民警找到了朵儿的尸体。此刻每一个办案人员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火速找到犯罪嫌疑人，给朵儿和他的家人一个交代。警方调取了车牌的信息，可是搜索的结果显示，这个车牌的主人是一名女性，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而这里，耶西路和万仙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正是那辆黑色越野车两次驶出和最终驶入的地方。警方怀疑，这里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这里的摄像头并没有捕捉到更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落脚点的线索。而更为复杂的是，这里周边有四个比较大的社区，人员众多，人口流动性大，警方没有办法框定排查范围。那么接下来他们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呢？在对梅园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设备调取后，视频中发现了线索。6月7日晚上9点36分，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跑上了台阶，将画面放大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男子的裤腿上沾有深色的阴影。专案组分析，这应该是泥渍。在小区游荡了一会儿后，这名男子在9点48分的时候进入到画面左侧的单元楼内，1分钟后位于画面左侧1层的灯亮。从监控中我们隐约能够看到，这名男子似乎正在换衣服。9点52分的时候，这名男子换好衣裤走出了房门，手中多了一个类似编织袋一样的物品。在他打开车门后，将类似编织袋一样的物品放在了车的后座，将车开出了小区。虽然看不到车牌，可种种迹象表明，这辆黑色轿车基本和警方一直追踪的黑色越野车一致。民警火速来到了梅苑小区里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居民楼内。经过了解，警方得知这名男子叫杨某，河南汝州人，50岁，初中文化，案发时无业无前科，2016年初来到绍兴并暂住在女儿家，在6月8日的时候声称家里有事，匆匆辞别女儿回到了河南老家。杨某反常的举动再次增加了他的嫌疑。在掌握了杨某的具体信息后，2016年6月17日，绍兴警方在河南将杨某抓获。这里就是朵儿手捧百合花所站的石桥，警方告诉我们，从这儿一转身就能够看到他家的窗。朵儿在这里驻足的那一分钟在想什么呢？想着自己暗恋的男孩，还是想着自己的未来，或是想着回家后父亲接过花那开心的笑脸。可花一样的少女怎么也不会想到，走过这座桥，她去到了离家很近却又最远的地方。花一样的年纪还未来得及绽放，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景小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刑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心理的驱使之下而进行的，那么这种心理呢，和社会大众的心理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外化在行为上，那就会与其他的社会大众的一些人的正常的行为是
不一样的。其实就本案而言，它是一个传统型的一个犯罪。那么像这种传统型的犯罪，无论什么样的犯罪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间段必然出现在过犯罪现场。那么好了，我们就应该转向来提出第二个假设，或者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假设。比如说我们考虑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杀完之后的一段时间，然后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去运尸。那么基于第二种假设呢，我们就要延长我们调取视频监控的这个时间段，从而发现了真正的嫌疑对象。杨某交代，6月8日晚喝完酒后，他在外面闲逛时发现了年轻的朵儿，顿时起了歹念，在距离后梅小区西门不到100米的地方，他上前搭讪，手拿鲜花的朵儿没有搭理，杨某胆子大了起来，就开始动手动脚，遭到朵儿大声呵斥，这也激怒了杨某，他把朵儿拉入绿化带中，对朵儿进行侵害，并最终杀死了这个年轻的女孩。看到朵儿没有呼吸，他慌忙逃离现场，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决定赶紧想办法转移朵儿。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没有搭乘交通工具，一路小跑回到家里。等到后半夜人少的时候，驾驶越野车将朵儿运到20公里外的一座大桥下面焚烧。为了躲避警方侦查，杨某最终选择离开绍兴，直到被警方抓获。周贤仁，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庭科学痕检高级工程师，文检高级工程师，现任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4次，全国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公安部刑侦局特聘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放火案件侦查专家。2012年，绍兴市发生命案，被害人是一名老年女性，家中被人翻动过，但屋内的钱财却没有被带走。警方分析，家中有所翻动，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故意伪造的犯罪现场，并以此推断，这名凶手很可能是男性，而且与被害人熟悉。但无论民警怎么排查被害人的关系人，办案人员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人员。案件的侦办遇到了瓶颈。此时，绍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周贤仁参与到了案件之中，重新梳理了案件信息，发现了关键的破案线索。每一个案件现场是起点，也是基础。只有把现场的所有的信息、痕迹、物证挖掘出来，才能真正找到你要有的线索。是这个破案的这个头绪。周贤仁知道，只要明确了第一案发现场，那么在这里必然会留下有关犯罪嫌疑人的各种痕迹。他决定再试一试，看看是否能够从案发现场找寻出之前被疏漏的线索。在他勘察到老太太床边时，他发现了一根长长的棕色弯曲的发丝。周贤仁推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年轻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中长发，染发，有小偷小摸劣迹。虽然寥寥的几句话，却已经大大缩小了警方的侦查范围。很快，一名女性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在审讯中，她交代了自己入室盗窃，被被害人发现后杀人灭口的犯罪事实。除了是一名刑侦专家外，周贤仁还是痕检、文检以及纵火类案件侦查方面的权威，绍兴许多刑侦一线的业务骨干都曾师从周贤仁，所以在绍兴公安系统内部，大家都会称呼周贤仁为周公。但这位桃李满园的周公从未松懈自己，他不断汲取不同领域的知识，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2017年，在绍兴嵊州市，又一起久攻不破的命案，在周贤仁全新的侦查思路下拨云见日。
2017年4月18日，嵊州市的张阿婆被发现在家中遇害。张阿婆家中凌乱，翻动迹象明显。在警方看来，这很符合抢劫杀人的一般作案手法，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青壮年。张阿婆被发现时，整个人被被子紧紧盖着，由于高度腐败，无法从遗体得出张阿婆的具体遇害时间。专案组对案发地附近的青壮年及前科人员展开调查，但都没有得到预期回报。我们把该做的工作全部做了之后，依然没有发现有针对性的线索，所以当时大家都陷入了困境，感觉很迷茫，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于是我们就想请市局的专家，像周公这些人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周先人心里清楚，如果不明确案发时间，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难以有一个确切的着力点。那么周先人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周先人发现张阿婆家里的电表在4月14号这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用电量有明显的变化，12点之后就没有了用电的情况。老太太休息的时间在10点以后按照她平常的生活规律，我们总结了她这一天的用电量就有明显的变化，比平常的时间增加了。那么这个增加的用电怎么来的？那就很可能就是案犯进来作案的时间，它里面进来开灯了那就是我们可以确定案件发生在什么时候。一个全新的角度很快就确定了张阿婆的具体遇害时间。而在查看张阿婆遗体时，周先人又发现了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信息。张阿婆的身上有几粒未孵化的苍蝇卵，一般情况下苍蝇只可能在暴露在外尸体上产卵，可张阿婆被发现时却被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周先人分析，苍蝇产卵时张阿婆是没有盖被子的，这个被子是后来被人盖上的，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从用电量的变化比较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死者跟嫌疑对象之间有个交流的过程。那么这个交流的过程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人之间比较熟悉。考虑到张阿婆已经80多岁，她的熟人大多应该和她的年龄相仿，这样的推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在4月16号午夜，一名老年男性出现在了张阿婆家附近的监控中，很快警方将此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称，自己年轻时十分爱慕张阿婆，虽然没能够和张阿婆在一起，但仍然希望能够现在和她再续前缘。案发当晚，赵某来到张阿婆家吐露衷肠，但却遭到了张阿婆的拒绝。恼羞成怒的赵某失手将张阿婆杀害。翻开周贤人的履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光是在绍兴破获了许多疑难案件，在整个浙江省的公安系统里，许多大案要案都有他的身影。由他先后参与主侦的大案、要案、疑案多达2750余起。从警30多年，周先人也曾遇到过难办的案件，遭遇过惊险的抓捕，感受过巨大压力和疲惫，但他都一一克服，从来没有放弃过。用周先人的话说，正是刑警这份责任和荣誉带给他无穷的力量。高档小区频遭贼手，抓捕窃贼却突发意外。他一边挣扎一边叫着我怀孕了，你们不要动我。一条线索牵出离奇案件。我想问一下，那个万科金华府在什么路啊？谜团重重，看警方如何缉捕幕后元凶。贼王追踪，鹰眼栏目近期播出。